这个美国政府要求德州必须要把这个铁丝网给拆掉哈。大家知道这个德州在这个美国的南方嘛哈，跟这个墨西哥呢是有这个边境的。因为现在这个难民啊，这个不这是各式各样的这个移民啊哈，非法的进来越来越多，所以德州就干脆哈把这个围墙建一建，铁丝网一大堆有没有？那现在呢，在这个选举期间，美国政府下令他要拆啊，他不拆就现在闹上了最高法院。所以1月22号最高法院是什么？5票赞成，4票反对啊，其实比数也很接近，对不对？授权拆除，然后德州说 no 啊，这个 no 呢说得很大声，不只是说出来而已，而且有动作哦，超级紧张。德州有这个国民警卫队，它是由德州政府所指挥，不是由美国啊这个政府，不是由联邦政府所指挥，所以国民警卫队呢拒绝联邦军队进入哦。你想想看啊，州政府的警卫队跟国家的军队双方对峙啊，州政府的警卫队拒绝国家的军队介入。现在呢，大批的武器源源不断的送到德州，2500辆的卡车啊，载着许多卡车司机，全部都是志愿者。好，你知道德州牛仔对不对啊？要来声援，民兵也紧急出动。那美国国民警卫队哈，指挥权是属于州长或是民兵指挥官啊，中央是指挥不动的。德州州长哈展开了一个代号叫做“孤星行动”的计划。这个铁丝网呢，不但不拆，而且我要继续修，而且我还要继续加固。那因为德州是这个共和党执政，所以现在有25个啊共和党执政的州全部都响应，25个州响应，再加上德州，不就26州？美国是50州，所以就是过半，对不对啊？25名共和州长响应，签署了联名信啊，支持德州的自卫权。共和党的议员还干脆呼吁，我们的国家干脆离婚算了。当然知道，大家知道川普也是共和党，现在又在选嘛，他今天就火上加油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总统，我就向这个德州送去增援部队，而不是限制令啊。这个谢大使怎么看啊？现在动作很大，大量的坦克、大炮都开往德州，来真的会内战吗？美国最近不是有一部电影，马上4月都要就要上映，今年的大片哈，应该是蛮好看的。这个先上映是吗？官逼民反没办法。拜登的发言人怎么讲呢？他说啊，德州州长艾伯特的政治伎俩残酷、不人道且危险。而且指出啊，边境巡逻的必须要能入进入边境地区执行我们的法律。拜登很强硬啊，对，你这个州政府他怎么讲？他说州政府哈，他说照美国的联邦法律啊，联邦政府一定要保护州政府的安全。如果州政府的安全没有得到联邦的保护的话，联邦可以自行就自立救济。对，他解释的联邦宪法是这样。对，宪法里面。可是里面，我跟你讲啊。德州当时啊是墨西哥的领土，哎，它是墨西哥的一部分。然后呢，美国当时去耸动德州从墨西哥独立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你要加入美国，他是叫他从墨西哥独立。所以德州脱离墨西哥，一开始是从搞德独。德独。哎，德独。结果呢，美国的只是阶段性，所以墨西哥本来是要独立的。他有一个独立的一段短暂时间，可是后来啊又搞内部在搞合并并入美国，其实美国是玩这个游戏。可是呢，那个时候美国跟德州之间的差距很大，德州就是一个哈讲墨西哥话、讲西班牙话为主的一个州，文化什么背景都跟美国当时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哈，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很不相近。所以他在加入这个美国的联邦，他合并嘛，我要加入美国这个联邦啊，美国叫美利坚合众国 United States， 他这每一个州都是一个国家啊，它是联合国家啊。那德州得到一个条件，是美国所有加盟美利坚合众国的州好所没有的条件，就是说，他如果有一天要独立的话，他不要美国的。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的核准，他可以自行决定独立。美国可以决定独立，对，50个州里面只有德州有这个权利。哎，那现在问题就变成德州事实上已经对联邦政府很不满了。对，他们是希望怎么讲呢？严格控制非法移民的，所以他们跟川普是站在一起的。
当然，川普他竞选说啊，我做了一个非最了不是，我在德州那边修了一个万里长城，对不对？二十一世纪长城。对。结果，可是到了川普以后就不修了。那德州是希望有这个长城，对，因为那个人那个中间是没有任何天然藩篱的，那些人走过沙漠就过去了。对，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啊，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当然很严重哦。拜登上任以来，全美是800多万的非法移民涌入哦啊，光是去年一年320万非法移民，光通过德州的就250万。好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关系。所以德州他要承担很大的很大的责任啊。所以德州这个州长已经不满已久了，他过去一年都在做什么事呢？就这些非法移民进来以后呢，他就帮他们买车，他不用，他就提供这些好公共 bus， 对，然后怎么样呢？送到那个，然后都装上车子里面，深夜里面就开车直中往北走。对，所以有一天 Connecticut 的州听啊，今天早上说，哎，怎么来了一群难民？嗯，结果呢，发觉是从德州对，就把他送出去，特快车把他 bus 送到那边。然后他不只是送到这，他还送到其他州。他就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东西你们联邦政府乱搞啊，你们不把它控制，要我这边啊，这边单独承受非法移民带来给我的经济、社会治安，然后呢各方面的压力，我为什么要单独承担？所以呢，我就送给你们其他各州，因为现在看起来都很强硬哈。我们看到这个拜登也很强硬，因为这个这是最高法院投票通过了嘛，啊，授权要拆除。那请问这个授权拆除的强制力到底有多少？好，刚刚回到谢大师讲的，那德州会独立吗？对不对哦？美国老是在这个暗中声援什么疆独啊、藏独啊、台独的问题，那德独呢？哦，德独会成立吗？德州的强硬，25州响应。跟这个拜登华府的强硬哈，最后哪个会胜出呢？如果说这个联邦政府这个中央政府如果示弱的话，会不会有刚 Oracle 讲的连锁效应出来，一呼百应啊？所有共和党的州看一看，哎，可以这样做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GABA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